宝岛手偷偷单元，我们来看看猪的手语有什么学问呢？南部猪的笔法是手在下巴转动，这个猪是我们台南的笔法，但是现在比较常见另外一种笔法。还有譬如像是迟到，台南以前的手语则是比猪慢。猪的笔法有三种，刚看到南部的手语是比在下巴，很像是猪在吃东西的样子，而北部手语呢，则是比在鼻子前面，两边有獠牙长出来的样子，如果动一动，表示你是爱睡觉，在睡觉的样子。另外还有一种猪的笔法是比出猪鼻子，不是正式的手语，不过一比出来大家都看得懂，跟外国聋人也可以通。